seeking after in life， 我们要知道我们一生中到底在追求什么。哎，你问过自己这个问题吗？你这一生中到底在追求的是什么？你问过吗？有没有问过自己？有啊，有答案吗？有给自己答案吗？答案不清楚。What are we seeking after in this life？ 到底这一生中你在追求什么？这个答案啊，听啊，这个你答案你给不到自己一个清楚的答案。你这一生中就会在那边一直打转打转打转，一直在打转。早上起身是做做做做做做，做到晚上回家睡觉。早上起身做做做做，每天是做做做，做到几时都不知道了，还做到五十岁还是在做。你不妨去问一下，你可以跳工作，可以跳来跳去，换来换去，换来换去，到最后你发现五十岁的时候，你做了五十年，三五十年，全部东西还是老样子，变不到哪里去。通货膨胀一直增加，所以你赚了几多钱都不够用了，看到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你的薪水永远没办法跟得上通货膨胀。所以你这一生中到底你在追求什么？你一定要答这个问题。你不答这个问题呢，你会整天在打转，又在打转，又在那里。你会发现呢，等下你的朋友跟你这个东西不做，你就做这个；那个东西不做，你就做那个。所以你整天的看，然后等下飞速看到这个机会，不做就抓这个，就乱乱抓这边抓那边抓。你因为你一直想能够让自己更好，但是到最后发现都是不好，收到吗？所以你要很清楚，你这一生中到底在追求什么。You got to know what you are seeking after。如果你不搞清楚你在追求什么，你真的这一生就在那边打转的啊 ！All right， 清楚吗？那自由是许多人内心深处所可想可望的，赞成吗？赞成吗？赞成吗？没有一个人可以说不赞成的，我这个是事实来了。如果那个人讲不赞成，这样是固执的，特地要跟你讲废话的，赞成吗？自由是许多人内心深处 deep in their heart， deep in their heart 内心的深处所渴望所可想的一个东西，对啊。Everybody desire freedom， 自由很重要，所以每一个人都想要自由，对不对？你听我讲下去，你就明白了。所以每一个人都拥有属于自己的自由，对吗？对，对吗？对，一半一半又，对还是一半一半？一半一半，又一半一半。这样如果再跟你讲，是一半一半还是60-40？还是70-30，还是80-20，还是90-10？90-10。啊，还是99.99跟0.001。明白吗？没有。啊，自由，每一个人有自己，你可以选择，你可以选择海阔天空，哇，躺在沙滩那边，哇塞，玩你的 game 或者是啊 online 对吗？你可以选择哇，拿一张桌子在一个广阔的草场上，哇，像这个躺晒开，可以吗？可以不可以？可以。可以不可以？可以吗？当然可以吗？你有没有这样的自由？没有。没有啊？有没有这样的自由？有啊。你明天傍晚拿一张桌子去你的外面草场，大家在坐在那边去看天空，哇，海阔天空的想，有没有这样的自由？有啊。有啦，哪里没有？有对不对？有对不对？有吗？有没有？你明天可不可以驾车去？啊，礼拜天可以不可以驾车去 Boston， 然后呢，像这个叫躺在沙滩拿住你的 laptop， 哇塞，躺晒开 online 可以吗？可以没有？可以。哎，可以没有？可以。可以没有像这个可以吗？可以。怎么你摇头？你礼拜天驾你的车去 PD， 拿你的电脑躺在沙滩开电脑啊，可以吗？可以。怎么不可以？没有钱啊？没有钱进啊。都没有钱去 PD 罢了，没有钱。有时间，我意思是说。啊，你没有时间，你只是去上面 PD 这边去才45分钟罢了，来回一个半小时，然后玩一个小时，那边三个小时，你没有三个小时时间。你看他一直摇头过虑了，这个家伙，有没有这样的自由？有。选择去海边，躺在那边拿电脑。online 有吗？有啦，不要一直摇着说没有有啦。那每一个人都拥有属于自己的自由，赞成吗？
是是，赞成吗？是不是 ？Yes or no？Yes，OK。你可以选择坐在沙滩享受地方，也可以像这个女孩子，你也可以爬到高山，哇，不可一世这样站在高山，很有成就感，对吗？可以不可以去爬山？可以。爬到最高，站在山上拍一张照片，傍晚的时候可以吗？可以。可以啦，怎么不可以？这个一直摇头摇头，怎么不可以？每一个人都拥有属于自己的自由。跟你左右边说，我们都有自由的。我们都有自由的。好来，大家们，有没有睡？是不是要问你，你是不是有自由？有。有。有吗？有了。有没有自由？有啊。说还是一般一般。啊，现在说有了，刚才讲一般一般，说现在是一般一般还是有？有。像现在我要跟你讲，你有自由，但是你的自由很限制。我讲做工的人，现在看看图片叫做工，对吧？所以我们讲做工的人啊，往做工的人多少个做工的这边？OK, 做工的人 ，working people, restricted freedom, 9 a.m. to 6 p.m. must work. Yes. 对吗 ？Yes. 对不对？ Yes. 很有限度的自由，对吗？刚才我讲，每一个人都拥有属于自己的自由，对不对？你看回去，对不对？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自由，对吗？但是做工的人呢？哎，现在讲到做工的人罢了啊 ，restricted freedom 哦，很有限度、很有限制的自由哦，可以这样讲吗？因为呢，九点到六点属于你的自由吗？有。你有自由吗？没有哦。那些我问你，那些在吉隆坡做工哦，在吉隆坡做工的，你知道吉隆坡做工消费症很严重了。我有见过一次，站了两个半小时，从这边出去转到差不多靠近皇宫那边了两个半小时，哇！后来我知道那个时间不能够驾车了，很可怕。我终于是两个半小时。所以这些做工的人啊，你说他早上啊，是不是要五点半就要驾车出门了？是。Hello。是。因为呢，你试看，如果谁明天早上你去试一下，你早上六点三个字驾车出去，你会发现啊，一经过一到这个托开始见了的。一到他们骂上面一路见，不懂见到哪里去了，到处见了的。你试看一下，六点三个字到六点半。我九十年代啊，九十年代我去读神学，我需要叫 motorbike 出去，不然的话我没办法去得到。我 motorbike 出去六点半之前一定要叫 motorbike 出去。motorbike 了哦，听到吗？因为塞车很严重，那个是九十年代，现在已经是二十年后了。汽车也多到吓人，对吗？啊，不懂对不对？交通部长说汽车多过人，所以我问你啊，看这里啊，那些人去吉隆坡做工，他是不是早上五点半六点之前都要赶快加车，赶快飞过去，不要被撞，对吗？是，对吗？是。这样问题来了，这样的如果早上六点之前就要驾车出去。OK， 第一，他是不是晚上很早要睡觉？是，对吗？可是呢，晚上是几点放工？六点，六点放工是不是 traffic jam 回家？是 ，traffic jam 回家有一个小时，对吗？所以你看哦，他七点多才回到家，吃早饭休息一下，已经差不多九点了，对吗？他还有时间去玩吗？还有时间去养茶吗？还要准备睡觉了，对吗？因为早上六点之前要驾车 beat traffic jam， 对吗？对吗？然后他早上六点之前驾车去到吉隆坡，是不是不到七点到他的 office 了？对 ，office 八点半开工，九点开工，所以他一个半小时做什么？在车里面睡觉。所以我问你哦，现在 hello， 刚才我们讲每一个人都拥有属于自己的自由，对吗？对吗？对。说现在哦，这个做工的人有自由吗？限制。Yes or no？ 限制。Yes or no？ 限制。被限制还是开始几乎完全没自由？几乎完全没自由。几乎完全对吗？因为上班要提早去，下班又再回来，差不多一整天时间都没了。所以你会看到哦，哇，拜六礼拜天到处带每个人去玩。
为什么？因为哇，拜一到拜五到拜六半天，哇，这嘛，早早睡啊，早早起身啊，这嘛，做工啊，这嘛，哇，这种，然后这种生活多少年呢？多少年呢？20-30年八了，40-50年对吧？是，对吧？这种生活你要吗？你要这种生活吗？每一天你看到在路上全被见到他们很无奈的，你看他们的面孔都是很无奈的，大多数因为没有办法。所以对每一个人都拥有属于自己的自由，但是做工的人的没自由啊。这样还有属于自己的自由吗？还有吗？ Hello， 没有。所以看到吗？ Can't go out too late，晚上不能就 need to wake up early to beat them， can't simply spend money， 可以随便花钱吗？不能。刚才我讲到时间的自由没有掉，对吗？没有掉时间的，就我们讲金钱的自由。他有金钱的自由吗？做工的人？没有。Hello？ No。 有吗？ No。 为什么没有？每个月就是这样多啊。为什么没有？做到的铺子。你懂吗？我去啊。USJ 那个 USJ 那个啊，我在里面那天我去那边吃东西，顺便去要买东西，然后就跟那个康德人讲，我说啊，我看到你东西起价这么厉害，他没有办法什么都起价，给他妈干不出啥么？人家讲啥呀？啥都不亮亮嘎叽啊，玩的啥都不低个，什么嘛干啥呀？然后都马来西亚的 traffic petrol 干什么不落机了？打到麻将，打到毛衣都没事了。我都不打足够麻将了，麻地我你麻将，哇，我受苦啊，我受苦。吃东西啊，你有看到报告吗？新闻，很多人说干脆不要做工再去农坡，因为八金啊会拿掉他们1/3的薪水。对，对吧？对。所以我问你，有金钱上的自由吗？做工？有还是没有？没有。你看啊，时间的自由没有，金钱上的自由有吗？这个人给不给说啊？是吧？然后呢，他一年有25天的假期，我就请7天的假期，我要飞去夏威夷玩的够够，可以吗？钱不够用。对了，所以最后呢，飞去那里的兰卡威，去兰卡威玩的够够还勉强。那去到兰卡威，你认为他可以住在 5-star、6-star 好跳吗？他只能住在 1-star 好跳对吧？或者 No-star 好跳对吧？为什么？不是他没有那个钱啊，因为他知道钱用了就没有了对吗？银行，所以他不敢乱用钱对吗？赞成吗？这边做工的人是不是这样？是。你敢随便用钱吗？答我 Yes or No？ No。 为什么？对呀，钱一用到你就哇，过了几十载子，你要等下个月的薪水是吧？所以用钱呢，有没有发现用钱要拿计算机算到抽烟，裂掉的不是抽烟，知道吗？对吗？讲的对吗？哎，我讲的事实对吗？所以做工人没有时间的自由，没有金钱的自由，可以这样讲吗？没有。行，你看到 simply spend money， 看到一眼你可以不可以说我做工的可不可以出去外面，哇，这个好吃吃啦，那个好吃也吃啦，出去我看这5个都好吃，随便买来吃一点，吃一点吃爽罢了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我那天我去打包公路米，吓到我39块，哎呦，我说从此不要去那间店再买，哎，我给他们看，吓死了。那你可以这样吃吗？哇，一家很多东西吃，一家很好吃的东西，哇，去里面这么买的，然后去扛车子，哇，100块，不要紧，吃爽，可以吗？爽，可以吗？多少个做工的人，你可以每一次出去吃东西吃爽，我吃到，我总是吃到我很爽快我才回家，可以吗？答我 yes or no？ Why no？ 没有钱，人生就在享受吗？享受。你们有试过这样吗？出去吃到爽爽才回家，为什么没有？不够钱，哎呀，就是这个不够钱啊！钱包裂掉，这不是钱包，这钱包裂掉了。
是不是这样讲？所以你看啊、哦，你看，也算我跟你讲啊，每一个人都拥有属于自己的自由，但是做工的人，第一没有时间上的自由，第二没有金钱上的自由 ，Why？ 啊 ，limited salary budget constraint， 对吗？很有限啊，对不对？你去吃东西，你明天开始连续一个星期，每一天喜欢吃什么任你吃，就是吃就对了，接着多少钱付就对了，啊，你自己给钱的谁给钱？还有谁给钱？你自己给钱的，明天就是，对吗？不给，为什么？还没有这样多钱，他不是钱不够的，还没有这样多钱。那所以呢？所以我讲吃啊，所以我讲去旅行 ，can't travel much， 那去旅行可以吗？所以我讲到最后都是去南咖啡、布劳迪曼，或者什么什么海浪什么，你在半岛啊，你说去这些地方，你说那有没有那带我们出去，都是去最好的地方吗？去玩的时候，等下呢又去吃，都是吃最好的，一天吃四次，而且是啊。澳洲 Perth Australia number one 最高级最豪华的全部的 restaurant 一天吃四场。如果是你自己是做工，你会花这种钱吗？ Yes or no 来答我。 Yes or no？ No， 因为那个等于一天要花几千块马币，你然后五天的话要花最少二三十千。如果你是做工的，你会愿意花二三十千只是去一个 Perth 这样玩一下回来吗？我去夏威夷，我跟大姐去好怀疑，一个人二十五千，两个人五十千马币。如果是你做工，你愿意去吗？你会去好怀疑吗？如果你做工，如果你手中一些钱，愿意去吗？你会去好怀疑玩吗？不会。啊，不会啊，玩一下都不会啊。可能会了，你专找那些，你去那边找某票，不是好票，你是住某票。因为某天可能一个晚上美金五十块，算一下五十二十两百块还勉强，哇，两百块就五天二五十一千块，哇，可以啦，咬住牙根了，然后去吃麦当劳。啊，好怀疑的麦当劳相当不错，好吃一下的。那我跟大姐去吃麦当劳，在好怀疑的沙滩那边吃，哇，一流了，不错了，哇，好怀疑的肯德基就不好吃。哦，明白吗？所以明白吗 ？So look at it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，money and time problem limited money and time highly restricted 了。所以我问你啊，这个打工仔他的命运好还是不好？不好。所以你看啊 ，highly restricted lifestyle 生活方式是不是很限制？我问你，这一个人有生活吗？没有。这个人有生活吗？没有。你懂我在讲什么吗？我问你有分别吗？啊？OK， 问你这三个东西有分别吗？一个是生存，一个是生活，一个是生活方式，有分别吗？这三个有分别吗？有分别吗？所以我问你啊，如果打工的是在哪里？大声点，那里生存。你跟你左右边讲，恭喜你终于启示录发生在你身上了。你启示录发生了？是不是启示录？今天是。听哦，我告诉你哦，很多做工的人都没有想这个东西的，他们是做因为麻木了，做 ，Hello， 做，你懂吗？其实呢，你只是生存罢了，你连生活都没有。你说你是生存罢了，赞成吗？是生存罢了，有生活吗？你敢讲你有生活吗？明白吗？打工人命运啊，所以哦。你没钱，你也没有自由，可以这样讲吗？是，对吗？打工仔，你没钱也没有自由，但是做又做到满时。多少个人喜欢这样的生活的？举手。多少个人想改变这样的生活的？啊，跟你昨天恭喜你了，你举起手。来，听懂吗？打工仔，我给你看，龙是白领，钱不够用，刷卡开销穷上加穷啊，看到吗？你看这个没有地方住了啊、哦、所以呢啊，你看一下，给你看几个历史啊，这个是东方日报做的报告，他们在街上访问了，在吉隆坡街上访问那些做工的人啊，听啊，白领上班族每个月收入2000到4000，
如果双薪啊，两夫妇都在做工的啊，每月大概5000到7000，所以百户账单被逼啊，数一节食，努力克制欲望啊，这个字很吓人，努力克制欲望啊，想买的不能买对吗？啊，那你看到美美的黑 bag， 哎呀，然后你哇，在 shopping mall 看到黑 bag， 哇，很美那个 brand name， 然后你这个想象哇，背着那黑 bag 走路哇，哇那个样子。然后突然醒过来就是哎呀，对吧？是不是这样？是不是这样？是不是这样？这样讲吗？等一天我有钱，是不是这样讲？嗯，是有没有这样？然后呢，最后是怎么样呢？去巴沙妈妈买一个一样的，买了个 copy， 对啊，那么很多是这样，因为什么钱不够用，每个月基本开销占据收入的一半。银行贷款啊，伙食啊，水电费啊等等的，孩子的开销剩下可以周转的只剩下几百块罢了。所以呢，生活被压得喘不过气，而大叹生活难过，看到没？越关注倍感无奈，这个就是每一个要帮人家做工的生活。所以今天我希望跟你讲，给你明白，这个是事实来的。打看啊，这个是一个啊，这个是李佳琦。OK， 我们看，白领上班族。他一个月收入4500，扣除 EBS， 扣除 DAC 剩下3800，扣除日常开销、零用杂费等，基本上所剩无几。所以你看这个啊，27岁，他是一个做 service counter 的 ，OK， 哇，做工拿薪水的。受访的是每月净收入2900，扣了他 EBS 剩下2900 ，OK， 扣除开销2200，剩下700块，为存钱减少娱乐消费，比如想看电影啊，在家解决三餐。少到昂贵的餐厅用餐，不去那边吃东西，减少购买衣服，哇，这个很吃力。OK， 鞋、零食等外物，消费钱会货比3家或者10家，尽量省钱，对吧？这个是不是月光族的生活？是。跟27岁哦，收入2900哦 ，net 哦，就是3000多会扣掉全部的东西，是吧？2900是不是？我问你哦，如果2900你7够8够用的，全部的费扣了剩下700块够用吗？就是剩下700块给你娱乐、给你消遣的钱罢了的，可以生活吗？可以吗？700块，如果你说我去 KL 桃花上面吃一场，转一个浪，你看700块剩多少钱？剩500块呀，要摆个200块，转一圈就。200的200块没有掉进吗？对不对 ？Hello， 转一下罢了哦。你说我去小银顶玩一下，又是200-300块不见掉哦。所以700块可以去哪里？可以做什么？你看哦，你只能生存，你连生活都没有，听得懂吗？ Yeah. 所以打工的人就是这个问题。所以你要明白，你一直做，你忘记了思想一下，你的生活原来是这样的哦。再看啊。那这个怎么样？多宋嘉文啊，24岁，要生孩子了。这个，那夫妻俩收入足以应付现有的生活，一旦购买新房子、新车，孩子出世，未来的生活只会越来越吃力，对吗？万物涨价，无法享有政府的优民啊惠民计划，自己打理生意啊，又开始做一点小生意，挨过万物涨价时期。孩子出事以后，情况就不乐观了。为什么？牛奶粉罢了。你看我买牛奶粉，那天我去买牛奶粉，一盒270多块。他说今天有优惠，买2盒扣35块。说你买还是不买？我只是带300块去买罢了。现在说买2盒，并且不要落卡，又要再落卡。没办法，不买，因为不买啥不买，扣35块哦，是吧？然后那个家伙，你要你一盒给你喝8个、10个的哦，有时候喝一个晚上喝10多个，有时一个晚上喝15、16个，哇！你要多少钱吗？喝牛奶粉一个月都喝1000块。你说哎 ，Hello， 所以哦，啊，孩子出事情况不乐观，我们唯有想尽办法努力赚钱，想尽办法努力赚钱，怎么样赚不懂？正休养待产，每月家庭收入4000，所有基本开销占了3200，只剩下800块，所以怎么办？孩子一生病，一进医院，一去看一下医生，很贵的哦，看一下出来就100多块了哦。孩子去打一个针就买120块，再加上50块其他东西，打药200块。我知道总要啊，哈，从他出事那一年的话，
每个月都要去看医生，医生因为医生要 check 一下，然后打一针，啊，去一次百多两百，去一次百多两百，去一次每一个月哦。所以你这个是剩下八百，这边孩子呢又多了两三百块一个月，剩下五百块，你能够做吗？你能够整天去？最大多怎么样呢？康熙咯，高登西尼嘛，去里面哈、啊、给自己爽快一下，出来以后呢又烦了。你看，明白吗？所以听得懂吗？有自由吗？没有。所以这种是生存还是生活？生存。生存。你看哦，做工的都是在生存，不是在生活。好、right? ，吴永强28岁教补习，补习老师，这个谁是补习老师？啊，补习老师你要看了，补习老师。OK， 月入扣除开销剩下400到500块，扣除到完剩下400-500块。OK。根本的钱不够用，更不用谈储蓄，对吧？要维存钱，尽量避免其他娱乐消费，是不是很无聊生活？不能消费哦，对吧？哦，哎，你是不是做工每天关在家里的，然后只有 public holiday 或者有时什么，然后去玩一下，去 shopping mall， 去到 shopping mall 会吃到爽爽回来吗？不会的，对吧 ？Right， 所以去游玩也再三考量。鲁之前原本要与朋友出去游玩，但发现住宿费太贵，最终决定放弃哦，各位哦，看到吗？我还在烦恼啊，我还在烦恼有没有能力购买房屋。如今百步上涨，不论居住乡村或者城市，都是很穷。武系老师，所以哦，听得懂吗？这些都是这个是事实来的。现在我们看。